现在我们就抽一下这个风龙的坐骑啊，咱们有206个券，有说概率吗？概率是抽140会有一个，那这个咱们应该抽3个才对，对吧？以咱们这个欧皇体质来说，哇，完了，已经100不抽了，一个都没有见到，来了，才出了一个，第二个能出吗？我还说出3个，我在痴人说梦吗？我靠，朋友们，这还有积分大奖，这积分，有200积分，好。我们换一个坐骑，这个骑乘三眼金泥，就换一个坐骑和清河是吧？清河在这儿也有，我们在这儿当然还可以再买一点了。这里再领取，啊，有个玲珑清河，待会儿加战力应该加的特别爽啊。咱们这里买点这个吧，然后再买一下，买一下抽2次，没有抽，还没有抽，我再出一个，我觉得我就不抽了。之后等到周日的话，这个活动就没有了。再来一个这个清河必买，然后必须抽满嘛？那谁有那么多原子？没有。这个积分好变态，他要做这个活动花原子才给。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搞点钻石买下这个东西？这个东西你看，随便就买100抽就花3万钻，买3万钻吧，试一下。神秘大哥来玩这个，他就可以玩爽了，我们玩不了这么爽。这我觉得能出2个才对，以我们抽火力那个水准来说，先来一个73抽，能再来一个。好，没有了。这我们又有150哦，清河买不了，他可以来5个，朋友们。这里我今天就把这个弄了就行了，我们。68买完是不是就差不多了？还差80抽，这里刚好，买完所有的68就够了。但是万一提前就出了，咱们就可以少买2个68，68。大家一起好不好？要保底了，还差40，来再试一次。女魔教师可以领，这有个这个什么东西？顶级魂师，这个我们没有见过哦，这个就开口味了。雅丽贝贝、潇潇、风耀天，各位还有何赛头，何赛头和潇潇是一个 CP， 这我们再抽，还是没有出，还是没有出，保底了，最后一个。我尽力了，朋友们，他这个游戏不讲武德，好保底，最后单抽，单抽的都给一个都太香了。我们现在全都换这个吧，是吧？其实过两天我再做一下日程，就可以再兑换一个这个东西，问题不大。好，好，再加400万，我们现在差不多战力已经是第一了。现在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？现在我们先来抽魂灵吧，魂灵我们必须得抽。啊，一次购买可领5次，每次领取享受24，这个必买，就是买了之后他到时候可以领，我现在先不领嘛，对吧？再加800万，然后现在有一个魂灵达标，今天我要把它弄完。我们是大概差个1000多抽，咱们先来抽啊，契约魂灵走你。哦，128给80个，这个很划算。我们现在来抽一下，有2650，我们抽到1200，我们出去看一下，可不可以把那几轮都拉完？好，保底，这保必保底的百万年。下面的话200抽，看能出几个啊？好，先出一个。保底还有一个啊，只要能再出一个神话，我就心满意足。哇，又出了，这个刚才又是什么？这不是冰霜王吧？感觉那很好强。还有60抽再出一个神话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几率啊，吸引的概率，200抽会有一个才对。这碎片就不用看，我们要看整的。理论上说200抽才有一个，但是咱们200抽有3个哎，咱就运气很好哎。哇，又保底了，200抽3个了啊！哦，这个不是，这是10万年保底，我忘记了，完了完了。就400抽哦，不是300抽，有个大保底，能保你出一个神话的。但是咱这300抽才出3个嘛，我觉得有点少啊。完了，真的是。来了，你来抽300抽，你看你能出几个？好，先出一个。好，又出一个，2个。哇，你200抽至少能出3个神话，挺好的。3个。就乱碰呗，就瞎帮他碰到死了，是不是吧？600万战力走你，这里酸的不行，先领取，给51张灵魂契约，再来第二轮，第三轮还有一轮，还差404次，404次，啊，那就抽到1100抽，这次运气好点吧，先给我来一个，走你，啊，这次出的是100000保底，我每次保底怎么都保到100000去了，我干。我这200抽，现在一个都还没出啊、哦！出了一个，哦，又出一个，然后再保底一个，哇，3个，挺好，这是保底啊，无所谓，我觉得还是你来吧，感觉我这个好危险啊！就要4抽，不是的，刚才还有一轮啊，稍等，我去看一下，再加1390万，1400万，魂灵，你看还有一轮的，还差一点，还差140抽，我来吧，等你，刚好有1200抽就可以了，这一次。能出10万还是百万？能出10万。10万，我赌百万，赌个20。行，走。你来吧。我靠。好，最后6次。好，出一个保底。再来。
最后一下，可以的。下一句留阵型，你看这好容易出啊。然后我们金赛还有30分钟，这可以领完了，这可以领取一些东西了。生魂灵，总你升1、2、3、4，这个很简单。先升完，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契约的升级。这个增加反击的，其实这些加都是虚战啊，就很虚的虚战，只有你真正需要上阵那几个有作用。嗯，好像是新出了一个武魂，灵眸。OK， 我们去换个灵眸武魂试试看，谢谢。这个能升好多啊，现在都升了1000多万战力了，但是这个加了1000万，加的有点少。这儿再加1300万，我们5亿今天可以到啊！我靠，今天别跟我说可以到6亿，哇，那太爽了！去那打下这个多人场，这多人场，我跟你说，你看13伏的4000，3400，我们就打13伏的好吧？这个，感觉李白天天都被揍了。哦，这个李白神州江玉琴嘛，他要走了，我们多揍一下，送别一下他，再加1000。5亿了，今天解锁了一个冰天玄女，击败20万年 BOSS 就会给，挺好的。然后我们直接给他这里，直接刷到60级，好，升到了，切磋，这个打得超级爽，现在可以突破了，好，读你，30，买一个吧。我们龙圣殿是第一，海神阁是第二，这海神阁也挺厉害的。再加700万，今天挑战6亿，我觉得到不了了，这只剩1600了，这不太够啊！来，我们突破一下，各位，这个真的是用来突破的。马红军又可以升星了，哇，我的快乐又来了，一下加288万，又加288万。这个马红军以前才加，10万，一开始10万都不到，现在一下加288万，哇！然后这儿我们当然给他升到100级，看能升到，差一点，这个可以买。魂骨一键升一下，强化一下，精炼一下，发什么6300万呢？先差一点，然后呢，武魂真身也是新出来的这个功能啊，我们先给这角色换上，这是可赠，哦，有的是啊，哦，我是打魂入森林给的，我懂了，这是我自己辛苦打出来的。然后现在就陈星以外的修罗唐三选这个吗？现在可以刷修罗唐三，我们就刷他吗？有人说陈星可以滚了。我们现在一个都没抽到，我们陈星花了那么多精力去抽，陈星不可能不要吧？现在陈星马红就不要了，对吧？我服了，我们花那么多代价抽到的。不过相当于说抽三个陈星，换一个就修罗唐三，感觉是这样子。焰，你们说的焰很强哎，焰可以是吧？焰是推动，我看一下，释放出可以燃尽一切的烈焰，每过一关造成80的伤害，使它进入燃烧，每回合损失36，持续3回合，哇，可以无限叠加，并且以上所有伤害治疗主角，哎，这个推图感觉很强，就是打一回合，你要把这后面3回合的伤害也算进去，它就是200多伤害。焰刷图应该很强啊，修罗一出焰就可以撤了，可以叠加的，买一个玩一玩是吧？这血量、强化爆伤、强化反击，其实有时候这属于也不行。贝贝，这个东西释放什么进入电视状态？好，不要，因为字太长了，不想读。索尼。菜头又来了，菜头是有根什么什么有根大雪茄，我靠，每过一回合治疗主角的攻击力和的生命，攻击力80%生命是吧，恢复3500的魂力，主角每次攻击立刻释放一次，额外释放6次，这打架需要不是都需要，我哪有那么多，来了，挺好，3000，每回合开始修罗对敌方造成120的伤害，才120，那个焰都造成200多，敌方升血量越低，伤害越高，最多额外造成100%，现在就220%嘛，同时本次攻击将恢复4000点魂力，哇，好像挺厉害的，使对方治疗效果下降，刚好一个，哦，直接解锁了，哇，直接解锁了我们的铜线，加了8的攻击，8的防御，这个更换一个战力应该会掉，就是哎，抵抗疾晕，抵抗连击，强治疗，血量，凑合吧，哦，传说魂师自选，总结，这里有兑换，能修三，总结，这个属性，我们去看一看啊，现在有修三了。我看一下这个强化爆伤，强化闪避，强化弱化爆伤，这个至少我刚的大佬还挺好的，这个大佬需要这个呀，这个我们上阵吧，然后拿它去吃别人，对吧？运气好差是吧？这个一个加几百万，好像是加了700万，我升一次，好像差不多，这儿就可以给他肆无忌惮去升了吧？这是战斗前三回合发动命运之眼，为主角提供3种瑞兽增益，这个三眼金睛是一个魂兽森林里面最好的瑞兽。代表着特别的吉祥，这种就是所有的其他的凶兽都会保护他们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这个我们选灵眸吧，灵眸是新出的，各位，走，多换一个。现在把武魂切换一下，
转换一下，然后金在植入成功了，咱能不能行？我的天哪！这里子母追魂夺命，乙家是最终增伤，这个是五十个和一个，我们也开五十个吧。好，这儿6.29亿，激活，啊，加了100万啊，差了100万，这儿也不太行啊，累充4000，刚好够啊，给神话暗器又给了一个，咱们要不要再来一发？再开一个。龙须针最终增伤也是，只要最终增伤的咱都是实战，选一个。今天感觉太忙了，激活，再加几十万。就改造一下，加个50万好像是。吃青，是激活，这是刚才在外面抽的。啪啪啪，出个身心，打造就不打造了。今天先到这吧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本周日晚上9点钟再来。